宝子们，晚上见喽！晚上6点直播见啊！大家记得点一下直播预告左下角。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期就是夏日的 OOTD， 也是今天晚上直播间会上的。这次上了一个新款，这每一颗钻啊都是用 K9 的水晶进口的施华洛世奇的水钻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亮。而且这件 T 恤呢，测试了3次的洗涤方式，我有干洗、有机洗、有水洗，它的钻也完全不会掉。如果掉了的话，宝宝们可以寄给我们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返修，好不好？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冷点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种背心单穿或者做一个内搭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。给大家搭了一个这种牛仔短裤，做了一个口袋外露的设计，然后搭配这种白色系的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呼应。外面搭配了一个这种短款的一个白色的衬衣，其实这个衬衣完全是夏天可以穿的，它是那种有一点微透感的，然后穿上身有一些冰冰凉凉的感觉，你扣起来穿也非常非常好看。身上的这个紫色连衣裙是我本人非常非常爱的一条，是很像那种夏天我们吃的那种香芋冰淇淋那种紫色，你知道吗？就非常非常的治愈。包括领口这儿居然做的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那种亮片的一个领子，所以它整件就是那种既简单又高级，绝绝子，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。给大家选了一个就是很减龄的一个运动连衣裙，它这个都是有口袋的，这条裙子我真的好喜欢，好好看。这个颜色是一个 baby blue 拼一个奶白色的感觉，然后整体就是比较学院风，但是把你身上所有就是想遮住的肉肉全部都遮住了，手臂最粗的位置挡住了，然后腰部最粗的位置挡住了。但是它很妙的就是整体又做了一个收腰的版型，它的这个配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减龄，我觉得这一款也是大家可以必冲的，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好。还给大家选了一条这种偏度假风的这种长裙，因为大家最近都有很多出行计划，想去热一点的城市啊或者海边去玩，那这条裙子我觉得这个颜色这个绿色就好特别好美了，就是它有点像那种牛油果绿的感觉。你要去海边拍照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绿色拍出来肯定是绝美绝美绝美的。它前面做了一些这种压褶这种设计，就会显得这条裙子非常非常有质感，然后也是那种很轻盈的感觉。这个绿色你们喜欢吗？他给大家选了一件就是比较基础款的一个条纹的一个针织上衣，虽然它是针织的，但是它是非常非常垂，而且很薄很透气，就夏天穿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也不会热。它的版型就是那种比较宽松的，然后就是穿上就很像纸片人的感觉，因为它做了一个这种 V 领，就是会显得人很瘦，包括这个腰部这个位置是比较宽松的，整体就是非常有质感，然后就是很好穿很好搭配的一个短的 T 恤。妈呀，这条度假风的长裙真的是绝美绝美绝美的。因为在夏天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想给大家选几条非常漂亮的这种度假风的长裙的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都很想出去玩嘛，这条裙子也是我自己要自留的，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好。如果大家就是可以戴一个那种大的草帽在海边拍照，肯定是巨美，就像画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一样，而且整体的感觉是那种非常飘逸的感觉。如果就是在冷一点的时候，如果外面披一个那种白色西服，也会非常非常的美丽。好了，你们喜欢哪一套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晚上6点见，拜拜。